抓住，没抓住。哎，对，顶着了，别躲。对，要赢钱，很好。赢钱啊！好球，正常啦，漂亮。你再给他短点，再短点哈。你看啊，你看你为等会儿等会儿，你看你为啥拉的都是人都这样了？我不跟你说他打着球躺着打这种的啊，不是你为啥你拉完人没有地方蹬了？我感觉你都要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因不是你够不着，是你没压。对，重压下去，你看我这我蹬就在这一下去蹬，我可以往前转，当。对，你看我身体还是压着，你不压，你往上一蹬直了。明白吧？所以说你没压，越是低的短的球，越压的越要越低，明白吧？把你的上半身压到你的右腿上，压低，压的越短越要压，没压下去，别着急赶。对，你等会儿，等一下。你看啊，你是这样的，飞一个，你是这样，你看，你看直的，它是不可控的了。它比你还比你还夸张。压，你看我时间多吗？它的时间是有时间的。压，看到了吗？有的是时间。就看你敢不敢等，你在这压着看着球，往前一蹬一转就出去了。拉之前不用先上。你要是能提前预判出来，你能往前上可以。但是比赛一般的时候，等球过来了，哎，你是下意识一拉手，发现哎短了，很难就是做到先抢步压住。你还是高，还是高，你这一蹬都跳起来了，再往后面压，往右边压，再压低，对，往前蹬压住，没蹬起来啊，往前蹬蹬出去。对你退往后退，对，来压往下压，没蹬出去，你这个脚，你等会儿别动，你这脚是在原地，这怎么蹬啊？对吧？蹬过来，对，完右脚再跟上，你看一蹬一转，右脚跟上，你得扑上去，往上扑，腿往前蹬，身体压住啊。对，还是蹬起来打了。你要上球台啊，你要压住一点。不是，他给我感觉快起飞了，快起飞了，快穿起来了。你要再压住一点，压住啊。没事没事，很正常。哎，还有一点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大家也听一下啊。大家你们要记住，我们要想往前赢的时候，首先有两点大家要记住啊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压的，因为球短了、慢了的球，我们一定是要往前赢的。啊，我们是一定要压住，压的要比平常更低。第二就是什么？我们不要直着往前上。你现在就是啥？你看，你是直着往前上。我们应该什么呀？我们应该让过来，让到球侧对着我们，转着往前上。转，你转，不是，就你看我转出来了以后，转着往前上。这样的话，你转着往前上，这个球你就能把它收住。你直着往前上，这一出手，你看没有地方收它。对了，让到你的侧面来，把它转着往前上来吧。啊，先压住啊，然后等一下，转着往前上。对，别起那么多，一点点就行。对，把它用前臂手腕抓住，收住。对的，是这意思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压住。啊，别着急，多往前赢。对，哎，好一点。你看，压住。对，转着往前上，他就能把球抓着住。非常漂亮，非常好。转啊。对。别着急，点，越站越近，越站越近啊，压住。对了，这个好。你看有空间了，你才能上。你老是直接卡上去，他就没有空间上了。别着急，好球，这个好，你看合上了，抓住没抓住？手腕转，一样要抓住啊。对，一样要抓住，转着转。对，手腕也要转啊，别光身体转。对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又越来越近了。啊，感谢陆姐送来的热气球啊！转住，哎，可以抓住啊，光扑了，身体带着球一起转起来，好球，好球，明白了吧？不和推侧扑的什么？我就说跟这个扑的步法。有点像交叉步的那个步法，但是你身体一定是。侧对着球转着，就是你能，你看啊，如浩哥，你给我问一个，如果说我正面对着球，你看啊，我直着上，你看他说我是抓不住球的，但是我要如果踩住了，我身体有点侧向的，我往前转着上，这球我是能收住的。你看我转着上，看我可以把这球给他完全，你看手腕前臂加上腰转那下，我把它给收住，看见了吗？就是我是能把球拿住的，但是我直着上我就拿不住。好冲，好冲。
你又往上挺，你压住，你腿可以蹬，但你身体不要往上挺啊。对，身体压住，腿蹬可以，很好。这个球你要记住是摩擦出去拉出去的，不是直接扇出去的。别着急说拉多粗，把头抓住。对，是这意思，别往上挺，压住，压住啊，压住，盯住啊。对了，对，抓住，漂亮，这个球好，转。漂亮，哎，是这意思。你看这么转过去的，就可以就好收得住。这弧线我能控制住，我想发力我也能控制住。但是直着上去的这球就是赶到哪儿就算哪儿了，是吧？看更多乒乓球精彩视频，请点赞关注。球友们，下期再见。